不喝了，不喝了啊！慢点啊，小云呢？哎，快点回来啊！啊，好，好。慢点，哎呦，好，去哪儿啊？马上到，马上到，马上到，小心，小心！哇！怎样？我演的像不像？您是装的。我还以为您真喝多了呢，我怎么会喝醉呢？我在酒里面加了好多水的。今天那几个好能喝呀，而且好像不把你喝醉不罢休。就是嘛，我们正式都谈好了，合作也敲定了。那几个副手呢，就是来帮那个吴总助攻的。我看他们的心意是，不帮那个吴总呢，占到便宜就占多少便宜。男人这个时候真恶心。我们呢要立刻走。怎么走？我呢已经让司机来接我们了。等一下你上去帮我把包拿出来，然后跟他们说我已经喝得不行了，吐了一身都是，你就把我送上车。好。你要去结账，然后跟他们说因为我的中途喝醉让他们没办法尽兴，表现点歉意，要演得特别的不好意思，对吗？好，我会努力的。我在车上等你。好，走。哎，蔡小姐回来了哈！来了！哎，太好了，这是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那肖主编呢？对。实在不好意思，肖主编已经喝挂了，状态看着很差，我得送他回去休息。喝挂了。哎，你们谁灌的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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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账我们已经结过了，这次实在对不住您，等下次。账都结了，哎呀，你们领导不够意思，那你得给他担忧吧。对，你得意思一个，你得蔡小姐意思一个，来来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来来来，喝，快点，快。就这样，这不够意思。哎呀，换大杯呀！这杯我敬吴总，敬大家。这算你的诚意啊？那肖主编的诚意在哪里啊？对对对，啊！再来个大的，来个大的，吴总，我现在得走了。别！哎呀，看来肖红雪是不想跟我们合作了啊。怎么着？瞧不起我呀？兄弟们，咱陪蔡小姐来喝一个，是吧？哎，来来来来，您，你看我怎么喝？好吧？哎，来个小交杯，来，对，小交杯，小交杯，交杯酒，哎呀，交杯酒，交杯酒，一二三，走！我睡了多久了？大概20分钟左右。20分钟？报警！
我去机场。裁飞，是我。 没事了啊，我来了，没事了啊。